步让 Jones 去拿到球来做切入破坏、嗯、这个对于鱼龙来讲啊，其实进攻的破坏力会比较大。哦，反倒是这一边啊，三分球第一个出现的是在台英神，台英的陈顺，当然大家也相信他的运球灵活，但是这球防守自己跌倒了，陈顺想要还以颜色，没有让伤口啊持续的被撕裂的这个部分啊，是陈顺祥，哇，这个时候外线时间，有他独特的一个节奏啊，有时候放胆的让他去试试看啊，其实获你会获得不错的效果。哦，这个时候陈顺祥在这一节的第三个三分球出现了。其实玉龙啊，最重要就是一个篮板跟禁区啊，他不缺射手。陈顺祥，哇，今天外线真的准啊，目前是五投。现在傅开祥啊，是贴身伺候陈顺祥。阿翔转过来之后勉强打板得分，追求够硬了。我现在李德威上来了，本来就是需要去做积极攻击篮筐的，现在场上所有球员都必须要做这样的一个动作。陈顺祥拉了一个实力插板进，郭正把球给拉下来了，陈顺分过去，陈顺祥现在是成功的助攻。在今天这场比赛啊，最终啊，台英啊几波的反攻都很快的就被玉龙用暂停来终止啊。